小梅，怎么了？我们出去参加个聚会，晚点回来啊。对了，秀梅，你有时间的话，给俊俊弄点好吃的。这几天啊，感觉他都没怎么好好吃饭。好，那辛苦你了。感谢你在我们家照顾这么久。这个月过后，我们有新的打算了。我们走吧。 决斗吧！哎呀，这好的方法，哎，我给你拍个照，来，茄子，哎，好嘞，是冰粉，两只玫瑰味的。好，老板，麻烦拿一碗玫瑰味的冰粉，就知道你喜欢吃，好吃吧？君君。 我们来吹蜡烛吧！哇，哎，我给你拍个照片，来，来，俊俊摆好了，哎，真好，俊俊你喜欢吗？喜欢，生日快乐！ 来，俊俊吃西瓜。 甜，怎么就不能用了？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，把我们最好的照顾得……嘘，你忍心吗？哎，俊俊，反正啊，我不忍心。你今天也听见他说的那些话了？再这样下去，聚会也会受到影响的。我一天都忍受不了了。我是听到了呀，不是说好了再不约莫的吗？毕竟俊俊他已经。 哦，对了，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吃玫瑰冰粉。君浩，怎么了？ 没怎么。妻子你好，这是您的雪顶特调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有玫瑰冰粉吗？